新手学吉他经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先点小红心，接着往下听，看你有没有中招。买了一把吉他，不会调音，吉他手感不好，不知道怎么调试，左右手基本功不知道该怎么练习，和弦按不好，扫弦不好听，节奏不好，每天不知道该练什么，乐理不明白，音阶记不住，只弹曲子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等等，你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这些问题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老师教。没有老师教，学琴就会很迷茫。我是一个专业的吉他老师，请给我一个机会来教会你。视频下方是我多年吉他教学经验精心录制而成的一套从零开始学吉他的视频课程，整套课程一共50节，其中包含了吉他怎么调音、吉他手感怎么调试、吉他谱怎么认谱、左右手基本功怎么练习、分解和弦以及扫弦的练习方法，还有歌曲的示范以及音阶、乐理、指弹曲子的详细教学。现在这套课正在做活动，整套课50节打包在一起只需要99米，比你去琴行上任何一节课的费用都要低很多。我们只需要看一节课，把这一节课练熟，再去学习下一节课。另外，在学习的时候有任何不懂的，你都可以随时问我，老师都会耐心的为你解答。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课程了。观看课程的方式在我主页置顶的第3个视频里，悄悄地告诉你，前2节课是免费的，你可以先点进去试看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吉他的话，每天晚上9点半来我的波波间，随便选上一把，整套课程就是随琴一块赠送的。还在等什么呢？赶快点击链接学起来吧。